在这儿守着，别大意。走。刚才彭新宇来电话，说要用若兰交换他的老娘。老大，那老大，梅姐被彭新宇绑架了。这小子果然下手狠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从梅姐回家，亲眼看见的。你看见了？对。老大，按说我不该多嘴，但是眼下这个情况，恒星雨对咱们来说太重要了。如果把他老娘放了，那咱们可满盘皆输了。老大，咱总不能因为一个女人，毁了咱们的宏图大业吧？ 不管你们理解不理解，梅若兰她绝不是一个女人那么简单啊。放着眼前的彭星宇先不说，公安局里边的内线，还有更多的关系，现在都在她的手上。不是我今夜心疼女人呀，是她对我们太重要，用处太大。 你们先回去，让我好好想想。老大，请让我替您去跟彭新宇谈判，把梅姐救回来。你？对，让我试试，我保证安全的把梅姐带回来。 这个事儿就由你来干，必须把人给我完完整整的带回来。赵小阳，你给我记着，你是去救梅姐，可不是换。我知道。 这事儿要是有什么差错，别说老大了，我先要了你的命，我可还记着呢，啊！走，那边看看去。 钱是老板的，命是你们自己的。去警校打听打听，我赵小阳的枪有多狠，谁动谁先死。今天我来不是杀人的，去转告你们彭总，是金总让我来谈判的。要是想让彭老太太活着回来，就让他赶紧过来。 怎么，金总眼中也有我彭某人？说吧，什么时候换人？金总的意思是不换人。金总说了，梅姐20岁就跟了他，11年过去了，
金总身边的女人多的是，就算梅姐她算是一块金镶玉，十一年的光阴早在金总的心里成了一块烂泥，所以要杀要剐随便你。当然我们金总也是有情有义之人，如果你今天真的对梅姐下了手，那这个仇我们金总也不能不报啊。只要今晚梅姐不回，明天一大早上你就会收到你家老太太的一颗眼珠子，后天是一条腿。说到做到。他敢？他敢不换人？来人，把梅若兰给我呈堂。彭总，你要是不信我的话，那就试试吧。你们到底要怎么样？彭总，让我跟梅姐谈谈。梅姐，金总说了，为了我们的宏图大业，只好委屈你了。你们这些男人，哪有一个有良心的？没事的时候就顾便宜，有事了就都成缩头乌龟了。梅小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彭新宇可不是那样的人，如果不是为了我老娘，我怎么舍得让你受这种苦呢？别动，把枪放下，退后。别动，别动。留着没用，走。金总，我这人呢没什么文化，您呢大人大量，就别跟我计较了。彭总，您是个聪明人，其实我们之间没什么矛盾，我这人也并不喜欢打打杀杀那些事。是是是是，金总，我老娘怎么样了？她呀，她没问题，你尽管放心。而且呢，只要你合作，我也不会亏待你的。不就是运货吗？我运，我运就是了吗？嗯，彭总啊，你真是个爽快人。好，金总。我可以见我老娘一面吗？没问题。这房子也大，吃的也好，这白衬也好，可是我住不惯，我享受不了啊！哎，你照什么相啊你？你赶紧的跟我的干儿子说啊，大玉的事了了呀，赶快的把我接回家去。哎，那
小莲怎么没来这儿啊？王导，老太太她老人家可真有福气啊，她待的那个地方山清水秀，空气新鲜，真是不错呀、啊。她总以为儿子出了一点什么事和我在一起，多几天而已。所以说啊，你尽管放心，她很好。只要你和我精诚合作，咱们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，我敢保证，我随时可以把老太太毫发无损的送归于你们家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吧，听金总安排就是了。他还真把梅姐给救回来了，看来这臭小子还有点能耐啊。大哥，我早就看出来这个赵小阳不是等闲之辈，干脆就把他做了算了。不，那咱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咱的好事给毁了。服务员，大哥，听着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给我盯着赵小阳，他干些什么，跟什么人接触，回来统统告诉我。是，去吧。有情况，老大。方便说话吗？现在不方便，河边见面说吧。几点？3点。这个声音好像很耳熟啊。大哥，好，很好。要是再清楚点，这小子就死定了。我敢肯定这个人是个警察没错，他们警觉性很高，我不敢靠太近。下回的话，大哥，金老大找你。下回。恐怕没下回。